海鹏企业的话，这次展出的主题是我们的智慧建筑五一云端系统。我们海鹏是一家由台湾自制研发、生产、制造的本土厂商，已经成立30几年了。一开始我们的设备是对讲系统跟一些监控系统，而后来进入网络化时代之后，我们就把对讲用我们30年对讲的经验跟我们网络的整个技术组合成我们的网络型对讲系统。再加上说，我们可以整合其他的一些设备，所以包含说像整个集合式住宅的，包含门禁、监视、备讲，还有电子信箱跟中央监控系统，我们都整合起来。那么今天现场是不是都有可以参观、可以看一下的？因为我看现场好像非常多，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？就是比较主力推的，或是比较希望可以让我们在座朋友多多了解的，来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所以在整个集合式住宅里面，包含说我们的门禁系统。还有电子信箱，这是电子信箱，电子信箱哦，它可以使用吗？哇，它也有帮助不同，会有一些强力的，配合整个信箱材质，会有一些不同的帮助。哦，就是我们能可以使用我们自己的卡片，然后去开启我们的信箱。对，整个配合我们的每个人拥有卡都可以做，可以做到设计卡都可以绑定这样。对，可以做到设计卡通的。哇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是什么？偶尔看到健身房，这是我们健身房进出的吗？还是？对，这是我们的健身房门禁系统，可以包含说整个让整个门禁可以做生态全面管理。本身我们有做消防预报，因为假如说整个社区有什么警报发生火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整个门禁系统全部打开，让整个安全。就不会管住这样子。对，就不会管住，让大家能够顺利逃生的方式。了解哇，那这边的呢？这是我们一般的单机型的门禁系统，可以做进进出的人机的流管式。就进出像我们大楼啊住户，就是大家可以人手一卡，然后可以自由进出这样子。假如说你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有的是用开门按钮去开，对。可是我们可以配合另外一个入口，可以它做一进一出，做更有效的安全管理这样子。哦，就不会有一些闲杂人等偷跑进去的，就是这些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。这是还蛮重要的，对啊。因为现在社会新闻蛮多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做好管控是真的蛮重要的。对对对，线上的朋友以及我们现场的所有厂商来分享一下呢。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生产这个高级中小型的摄影，用在像类似健身中心或者像一些某些学校，有本身有一些警报输入跟输出的功能在，所以像学校安全上可以做到很安全的防护，而且只要整套系统调我们线就可以让整个系统会串联起来，不需要很多设备就可以做到。就是我们其实只要一台就可以完成的，那其他是它的型号跟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场合来做使用的。这是我们电源供应器，所以只要一条网路线就可以跟我们系统整个做串联。哦，只要网路线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装一大堆，不需要，就网路线就可以了。旧的设备需要很多控制线跟一些影像线，我们现在只要网路线。哇，而且有些有副镜头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有镜头，都有影像，因为影像是我们强项。哦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手机看到呢？可以，可以。因为进入物联网时代之后，我们有整合到整个手机的部分，我们有自己的 APP， 自己台湾建设的云端，所以可以让整个手机手持中都可以放的很轻松看到。那我们是下载 APP 就可以，对，就可以完成了。对，而且可以很容易让住户自己在自己家的设备里面，很容易去设定跟做一些解除的动作，可以让整个住户安全更好，而且整合到居家门禁，所以安全一定要做到。刚刚讲到居家门禁，那我们这个是不是？像是一般我们装在居家的话，会是这样子的状态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整合电子锁。哦。对，整合一般的电子锁。哦，它是隐形式的密码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用 B 的，也可以按密码这样。对。可以做密码，可以做指纹等等的一些动作。好的，来我们这边，那这个是不同款式，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而且我们整合之后，它有个虚位密码的功能，你今天只要在里面随便按，里面只要有我的密码，它就会打开，就有人就不会看到你的密码。另外，我们有个反胁迫的功能，我们自己设定个密码之后，我们帮他按的密码，所以门能开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管理员机，跟我们的管理员机。对，我刚正想问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管理员机，这是在整个社区大楼的管理员，他可以接收我们的一些讯息、警报或者像。各种记录都可以保存，哦，都可以保存在这边。就其实我们要调阅资料，都可以调阅，对不对？对。
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的平台，四个子系统可以做整个社区，包括我们这些所有的设备的软体都可以做起来。就只要下载那个系统，那不管是电箱啊，或是出入门禁卡，或是我们可能大楼是健身房保全，然后刚才有看到消防的系统，对不 对？那还有我们的门，还有保全，就连到我们的管理员这边，通通都可以透过那个 APP 来直接一次搞定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整个像吉尔斯住宅的所有落电跟落电设备的硬体跟软体，我们都整合起来了。所以施工商在施作安装或是设定的时候会更简单，而且我们是本土的晶片，对，所以在安全上有一定的考量在。是，好像真的蛮贴心的，我帮我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想到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消费者如果想要安装的话，是不是只要搜寻到台风企业就可以了？嗯，因为我们算是设备原厂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系统整合商来为各位来做服务。了解，但是都可以找得到。对，我们会提供一些技术资源，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把整个案件完成，这是我们凯光的宗旨。哇，真的非常非常贴心，非常用心的。好，那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很好奇的话，可以上网直接来搜寻凯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那我们可以有更详细的，因为我们有官网上面通通都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透过官网呢来寻找自己喜欢的，或是呢，接下来如果呢有想要换安全锁的话，啊，那我们通通可以到网络上来去做寻找哦。谢谢各位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